是要炸桥的。老武家的两兄弟，要不要让他们见识见识现在的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子？就把你的手雷掏出来。一丢完了就跑上去了，他们这还有人呢，我还得跟他们打呢。哥，快点下去！我一滑下来。虚弱一下，对，这样的，其实就是这样，就是下楼梯都很困难。问一下，哥，站哪个位置？站哪个位置？桥墩。哥，站哪儿？站中间的桥墩，快！美军，守卫。好，停。到时候趴在那儿，加一点马力。再大一点，是吧？对。就这样就行了。行，来吧，开始守卫。